欢迎回来，完全娱乐，耶！现场永远的第一名的演员们来了，欢迎紫红、雨辰、瑞佳、紫天，欢迎你们！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气好长啊！你刚刚喊到瑞佳，你喊到我吗？有。好，最近尾牙季，所以我都会先用这个方式，先把这个气氛打起来，然后再请大家自我没有起来呢。那没有，是你带荡下去的。对，赶快来打招呼一下，来。你们从右开始吧。右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佑腾，我在里面。没有，你要用刚刚那个语气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惯例了，带气氛的方式可以不用那么累。对对对 ，OK。我们气氛用荡，放慢速度，放慢速度。那你会这样吗？他会。好，我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织田。哇。大家好，我是瑞佳。你要做比我更夸张哦。真的。比我更大，走来大招，压手都是比较压力比较大。哎，你会压手，你要比我更嗨，我听听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豪。哇，全都可以哦，压手，不行，给他好看，对，好尴尬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佑腾。哇，我好像带起了一个很把演员们弄到疯跳的那个，不要害死，这个跟他们人设有点落差，怎么办？落差蛮大的，对啊，落差很大。哎，是我第一次看他这样，对啊，我第一次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，哎，兄弟，你是土拨鼠啊，你专门挖坑，你这坑挖好大，没有，我是伐木人，伐木人是不是？他很可怕。今天欢迎你们几位来，而且今天居然对我们的玩鱼观众这么好，加码送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们的周边。哎，看一下这，好好，有我们现在身上正穿的这个勇者第一名 T 恤，对对对，还是短 T 这样子，是，对对对。然后其实我讲真的，材质还真的蛮好的，不会像那种就是，那你讲的虎烂一点，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，要多一件底六件，是不是？你踏学到怎么样？一踏学到啊，原本今天烦恼多睡不着，然后一摸到自己的 T 恤，就这种夸大的广告效果，我们是会收到传票的。我们是可以告的。对啊，你又在挖坑了，是不是？你是土拨鼠，不要 Q 死这点讲话，不要真的，拜托不要 Q 啊！我是土拨鼠，他好危险，对，很可怕。还有吗？既然他们穿过舒服的话，就大家可以去试试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而且我真的觉得颜色还蛮，你都拿来宣传，对不对？宣传服。对啊，然后希望之后在街上可以看到大家也穿，一起穿，真的。还有这个是透卡，透明卡 ，OK， 这个好特别哦。对啊，这个你看遮住我还是看得到我哎。你这个介绍方式，那干嘛要遮住你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它如果透明的话，你可以就放在你想要放的地方。没有，你只要放在那个你的画面前面，它就有点像滤镜。这个东西的实质用处其实是因为现在疫情关系，大家都要保持个距离，所以当你想要接吻的时候就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傻狗粮傻的这么突然呢？你也太主动了。对啊，而且因为你们太快了，我没拍到，我也没看到。对啊，我太快了，没拍到。我是吃面的。关键透明酷卡要怎么使用啊？酷卡怎么使用啊？要怎么？这张酷卡清过了哦。对对，我们要换一张签名，我们换一张，每一张都。这个有清过的，清过的送给粉丝。这张换你们，这张。没有，刚刚没看到你们的。没有，就你们两个。就你们两个没有拍到吗？真的没拍到，真的没拍到，我不愿意亲这个啦。我现在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讲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很棒哎，反正就是关键粉丝镜头集中，疫情的问题。好，我再重申一次，疫情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有情人，这个想要接吻的话呢，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，所以可以用我们这张透明的卡，又可以看到对方，就可以这样。这个太值得了吧！等一下，我们这个要送出去吗？要签名，而且你们看有唇印哦，有唇印哦，这个东西有唇印的 ，Oh my god！ 没事，我们防疫期间，除了唇印，哇，还要带一点妆感，还有点妆感，喷完酒精再送给大家，对，很透很透很透，好，这个会签名，还有海报，很重要的海报，还有海报，对，来，你们的签名海报，哎，这个要特别收好了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做真空包装的处理，请那个监视组，请先包膜好不好？不然那个唇印会掉，对，包膜。
摩一下，马上就互背，对对，互背互背。这个是我们就演员说大家演员的签名，是 OK 的签名海报、形象海报。對好，那我们这个也会抽出来送给大家。OK， 我们在节目结束会告诉大家要怎么获得。而且那个透明卡其实还有很多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亲的是那，亲的是刚的两张。OK， 我们现在每需要每张都亲吗？我们就想要凹一下，对了，就是等下试一下，来麻烦再盖一下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先测一下，测一下桌子。对对对，要好好来聊一下。你看你手上这一叠呢，哇，这一叠是什么？好，来子红来介绍一下。这有点过分，是不是？换换你们。好，已经感受到他们的感情，就代表说这一部戏呢，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，拍出感情来了。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嗯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大家聊一下，介绍一下剧情跟自己的角色。嗯 ，OK，OK， You， 对 ，You， 我在里面演的角色叫周淑怡。周淑怡 ，OK， 对，周淑怡，周淑怡，对，周淑怡，对，周淑怡。然后，因为从小就是一个不错的环境长大，然后一直得到第一名，但是从他出现后，我就是就变第二名了，对，变成第二名。然后就我自己讨厌他，但是他一直抢我的第一名，也是有一个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你讲。好，这个原因我们子红来说，他很坏、欸，要怎么在这？好像说那个永远已经说到一个断点了，然后你不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，还是我们今天访问改成记者联访的方式？对，都其实他可以用日文会比较顺。好，要用日文也可以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也听不懂。反正就是對、okay、我饰演的是高士德，然后高士德他从很小的时候、国小就喜欢的周淑怡。那其实这十年这样一路一直追随他，然后用尽各种方式想要获得他的注意，结果他没想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他的第一名宝座给抢走。哦，他就会注意他就胜负心就会起来。对对对，那也要有那个实力可以抢走他的第一名。哦，对。对啊，不过这个就是要。真的要就是有点像小朋友欺负人那种引起他的注意的感觉，抢着抢着就有情愫出现了。没有，我原本就喜欢他。OK， 然后是他后面可能会有一些转变变化。对对 对， 對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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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狩猎他的过程。哇塞，狩猎。回家回家。OK， 好，来。我在里面饰演校医裴守一，很神秘哦。对，然后第一季主要是他在里面是我表弟，然后我会故意假装是我是他的情敌，然后他就把他秘密。跟你说，那你跟他有关系，所以你都知道。对 ，OK， 對，就里面大概是一个大概是这样。然后第二，他在里面就是一个彩蛋。哎呦，他在第一季就是只有在海报里面。嗯，是吃泡面的回忆里面，我在他的回忆里面。这个是什么介绍方式？回忆想我吗？对啊，想我吗？想啊想啊，直接全破梗，只出现饰演的是海报上的人物。没有吧？是有啦。来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在第一季里面是他的回忆里面的角色，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会带出我跟瑞嘉的情感线。那我跟他比较属于那种，他会一直躲我，然后我要一直去找他，我像是一个一直扒着他的小狗，小狗流浪狗。对，我被他捡起来了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忘记他。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老汉，然后捡到一只猫头鹰，救了他。后来猫头鹰每天都会报恩，他就每天咬着老鼠给他。OK， 你就是这样的心态。对。OK， 所以你是都不知道他的报恩是好还是坏，这种感觉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你会很难拒绝。是哦，老鼠谢谢，我不吃这种感觉。对，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觉得相信他们来到现场的话，既然如此，默契应该也培养得非常好。应该拍戏到宣传期间，感觉默契蛮好的。他们比较好，对，他们比较好。你看刚刚来，直接来嘞。刚那个默契已经吓到我们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一组一组来。好，我们来上一下道具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玩的是默契考验，但是有分幼幼班跟成人班，而且幼幼班记得是给那个石之田跟张瑞佳，我们超幼幼的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毕竟刚刚这样看过两组的互动，他们的确算幼幼程度的话 ，OK， 好，他们很夸张哦，他们很夸张，他们很夸张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好不好？我们幼幼幼，来，我们请坐，请坐，变老舍，我们要坐久一点，我们等一下这个呢会立起来。那呢？你们要回答心中选择的圈或叉，你们要把整个脸凑到那个圈或叉的前面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？我们就公布之后，你们就看自己离多近。对对对，然后自己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就起来。宇宙帮我问一下啊。好，来。既然没手，我们先来个第一题。哎，或下面在干什么东西哦？来来，仔细听。
欸、左脚是圈，右脚是。哎，你还哎，关注很严格 ，OK， 很严格的。对对对，他有联系，他有在联系。我睡觉喜欢裸睡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他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是，等一下，是你啊、不是我。你刚刚就是讲自己的、啊，刚刚讲自己啊，不知道是哦。突然间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是睡觉喜欢裸睡。好，请猜，真的假的？自己在。好，你自己觉得那个人，然后那个人。你们拼着对方的感觉 okay, okay, okay. ，OK， 会觉得是全货。你还是加个主持好了。好啦，还是这题是猜你会不会喜欢？来，瑞嘉睡觉喜欢裸睡，圈货叉。哎、欸，是之前、哦、不是没有没有，你要贴近了，你刚是没看我们。来，好，一二三，叮叮 ，OK， 太没有默契了。你觉得他喜欢裸睡、啊？哦，可能是跟我的时候是裸的。自己的时候要变成成人主了，是不是 ？OK OK。有没有出问题？是洗澡的时候是穿着衣服洗还是没穿？对呀、啊，不要这么细、欸。你不喜欢裸睡啊？穿着泳裤洗，顺便连衣服一起洗，顺便洗。好，来，我们马上下一题。来，你们彼此曾经有对对方心动过？圈或叉？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，这么难受、喔。是之前你很狠呢、欸？为什么没有？不是心动哎、欸。来是怎样？你跟你熬？来是什么动？怎么样呢？我看你怎么解释。全身都会动。都动 ，OK。不止心，我会搞不清楚。你们在拍戏的时候没有吗？那、欸、其实我们两个在戏面角色是有缺陷的、欸。对、啊，没有，所以没有有感情缺陷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角色是情感障碍、欸。对，我是无感障碍。那你还圈表示？因为我是。他真实是有情感，这个角色起码要转变吧？是啊，okay, okay. 欸、你们现在根本没有默契耶，怎么办？没有，我以为他会往那个设定走。对，哦、oh, ，OK OK， 你应该说是猜错了。戏的中期、早期、后期的 ，OK 啦 ，OK 啦，想太多了， okay, okay, 想太多。Okay, 好，来来，我来问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好像比较带一点运气，我不会哦，带一点运气。有没有感觉对方的嘴唇很软，很好亲？对或错？近一点哦，很好软，很好亲哦，很好软，来，很好软这种，哎、欸，一二三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你在报复他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想亲呢、啊欸？我多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不是一下，试一下，其实也是他自己很软，什么意思？来啦，讲一下啦。我觉得瑞嘉的很软啦、啊，但是他怎么看我是不知道，我也不能决定啊。来啦，你知道那个天气亲起来像在亲冰块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很冷的。我是绵绵冰啊，雪花冰啊。好，好，你赢你。欸、好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至少一题好不好？好了，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至少一题。来，大哥，我们再问一下，对方是男生，对还错？来，一二三，恭喜。摸鸡手，这什么烂玩法？我要把它劈烂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赢了。不要、欸不，你们真心的有一点。哦，所以我们算答对一题了哈。对啊，刚刚没有那一题啊，还是之前姓石还是姓田？哦，这题困难，姓直，这题也结果搞错了。哎、欸，最后一题，来，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下戏后有曾经想到对方 ？Yes or no？ 一、二、三，来自己解释一下这么冷血的态度是什么意思？瑞嘉，瑞嘉，你还在戏里面吗？瑞嘉哥，我已经出戏，出戏了都不会想到对方。这个哦，这个标准演员呐、啊，对啦，下戏就是不要去想。瑞嘉是前辈啦，专、哦、业的专业专业演员，对啊，对，气质无缺点就是出不来。OK OK， 你出不来吗？我你还陷入在里面，陷在你的软的嘴唇里面。好了，这组真的这个关于出不来的事情，我们就之后再讨论。好了，悠悠班了，真的是悠悠班了。我们这个超神人的吧？默契怎么那么差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不意外吧？你们很意外吗？我很默契，真的假的？不软哎、欸，你们差不多了啦。我们差不多，反正宣传期应该也差不多了吧？ Okay、啦我们就好来。我们的成人班，我觉得我告白失败了。对你刚刚都是有种被伤了的感觉、就是，就是刚跟你说猫头鹰的故事一模一样。我送你老鼠，为什么不吃？我不喜欢吃老鼠，他送你嘴唇，他不敢吃老鼠。送你嘴唇，你为什么不亲？对啊，好了，来，哎呦，接下来这个，我、哦、接下来这很难哎、欸，就是我们现在是要让大家来，哎、欸，让两位。成人班的部分来跳舞，也不是跳舞，对，还是要先带来一段 solo， 可以的。我们现在要讲，就是一样是对。如果没有办法答对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抽一个部位，然后我们会用这个胶带把你们紧紧的捆起来。OK， 谁捆？
先捆是不是，我们两个捆，可以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帮、哦、我们这个忙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就蛮有默契，对，这个我们很有默契，我们平常一起干这件事。好，来答错一题，我们就要撕一个部位包、這個。好来，一二三，讲一个颜色这个样子吗？对。OK， 對，请用一个颜色形容得意 CP。一二三。哎呀啦啦啦啦啦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打而且林子鸿一个讲水蓝色，超明显要提示。因为子鸿刚是一直盯着他的上衣，然后在看。粉红色，粉红色。绑来，是绑哪里啊？你抽一下，你抽一下。我们抽的，先抽，先抽部位。我们抽啊，来，我抽这个。这个我知道是什么。肩膀，来，哎，绑在一起吗？对对，就。就这样捆在一起，这样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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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让他们肩膀贴着肩膀。好好，对对对，麦克风来，帮忙拿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，好，来你弄。这个绑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绑法我们的胶带好了，胶带胶带胶带不够了。这个胶带还蛮贵的。这个胶带不会，这个要回收。来，等一下撕下来要怕粘性不行。好了，还有，来第二题，来。觉得杨宇腾哪个部位最性感？不准打 pass。一、二、三，指。宇腾你自己、欸、这样算错吧？但是算错啊！宇腾怎么了？是不是？都在想那个的中文啦。好了，他想，他可能觉得很难选，都很性感。痣是部位吗？痣是部位吗？我觉得痣是。好了，我们就要抽了，我们就要抽了，抽了，抽了。右脚，右脚绑右脚哦。右脚绑。OK。来来，胶带的部分。往对下面。好好，喜欢在后面。OK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在狼狈为奸这个角色？所以我们拍戏的时候蛮适合场记的。哦，好了。好，你是不是有在做绑架啦？哎、欸，兄弟。张瑞佳的。他刚刚玩游戏没那么痛。你刚刚不是我入戏吗？哇，你太这么入戏，你这样很入戏。医生的是不是？但你是不是有在钻研这个角色啊？你平常有在绑架人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在现场就这样子啊。OK， 是习惯习惯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好，哇，请问啊，我们将都讲现场的人好了，谁的偶像包袱最重？偶像包袱，一二三，我。哦，答对。你们刚刚那个有点，我不知道这样讲他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接下来是好，这个是对的。在片场中哦，谁最喜欢撒娇？一。二三，我哎，迟疑，为什么迟疑？你有撒娇？你有撒娇？你们，等一下你们在撒娇是不是？你们现在在撒娇吗？你知道撒娇什么意思吗？我错了，对，哦，是吗？是的，是吗？啊 ，OK， 是啊，额头，哇，额头哦，额头，我们有专业的导演，额头，对，而且是先贴着就好了，贴着额头就好了，贴着回答。是好，没事。好，等一下有你的份儿，好不好？有你的份儿。Okay, 好，这个要填错了。好，用两个字形容永远的第一名，两个字哦，一二三。好看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有点水哦。好看，不是他在，他刚在日文，他还在卡在日文。还是要重问？哦、重问是不是？直接哇，那额头顶额头是不是？别的问题要不要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谁拍戏的时候，给西自己带的东西是最多的？给西就是、自己带的带东西最多，各式各样卫生纸啊，什么东西各种。对对对，一二三，我，你，这样你们也可以提示。你那个直接看好不好？这个像作弊吧？还是我们一次开完说，直接粘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来，我们再抽一个吧。换你抽，我抽吗？没有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哦，这怎么粘啊？这怎么粘、啊？额头右鼻子，所以我们磨鼻子十秒。哦，这样子哦，直接磨鼻子了。拿到嘞、欸啊欸。你好，这么给他发挥啊？那个，请把石田请出去。好来。石老师，一二三，交给你捆绑、欸啊，你来问。好，你需要中间，你需要我们的题目吗？还是你自己想？我需要你们题目，我来发挥一下。你觉得他们一定不会答对，欸、就给你不能打 pass。来，来喽。请问你们两个觉得你们谁最入戏最深？就是
比较爱对方，谁爱谁比较多？想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好哇塞！这是有默契的哎，这才叫做懂问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以其实我们题目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这个题目的游戏是要让他们答错。哦、啊，你让他们答对，你看你就不能绑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有这个呢。对啊，我教你问一题哈，来。好，那需要对对。来，我们这个可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请问一下，第一个想到的马路是哪一条路？一二三。好，来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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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粘哪里？超难的，直接。我要粘，我要粘，我要粘。哪里是？之前我们这卷胶带手手左手手可以。怎样想要哪？你有指定部位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以为会很多很奇怪的地方。我们已经，你是有，你是觉得会有属西部是不是？我们还是一个合家观赏的节目，或者是扁条线绑在一起。哎，你我等一下手毛会。就是等一下你哎。你是不是要打算去演一些 恐怖的剧情？没有没有，我看跟张瑞佳都有一点。这样子很可爱，你们看，这样是蛮可爱的啦。对啊，其实蛮可爱的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是要、啊、你们猜拳。那用这个姿势，我们还是要磨鼻子，贴额头磨鼻子。对，磨鼻子的部分。OK, OK 来，来、哦，我们粉丝来截图了。十、九，哎，没有磨是不是？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，然后亲一个，二，一，三，亲，注意一下，五，哎呦，可以了，哎呦，好了，那就这个样子宣传了。那当然，当然，我们这个解要很久，好不好？你们 OK 了，都已经绑成这样了。最后再来宣传一下啊，来，哎呦，板子来一下，看一下，永远的第一名，我帮你们拿好了，好，谢谢，体贴体贴，好体贴哦。好，我们来宣传一下，宣传一下了。We Best Love 永远第一名，现在在 WeTV 已经上架了，然后现在是播到第三集，那会员 VIP 会员的话可以抢先收看一集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，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 WeTV 都会首播。对，那第一季，一季是六集，那第一季也快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还可以再锁定第二季哦。是第二季的部分、第二季是永远是第二名的逆袭，第二名的逆袭。第二名的逆袭，好，雨腾来宣传。第二名的逆袭在三月五号，每周五晚上晚上八点，你是不是在三月五号？对对对，也是。你是不是太沉浸在这个胶带两个人的小世界？对对，两个小世界。对啊，好了，记得大家呢，记得哦，这个三月五号呢就会有到我们的第二季啦。一月八号永远的第一名第一季已经开播了，每周五晚间八点，大家记得要锁定，多多的支持。今天谢谢四位来到完全娱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第二个步骤，就是呢，在直播结束前的三十分钟之内，在底下留言。直播结束前三十分钟，他怎么留？直播结束后的三十分钟。钱内，你是不想送礼，还是天使之前来讲？这是天使吗？天使是不是？教我们一下怎么讲正确的。直播结束，直播结束后的三十分钟，只要你在我们这边留言的话，你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花絮周边商品。没错没错，要告诉我们你是想要什么的礼物哦，有没有特制签名卡、周明轩的自画像，还有永远的第一名的周边好礼，要记得告诉我。呀，讲得很好。留言区哦，好的，今天真的谢谢大家啦，辛苦几位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也谢谢完全的朋友。要记得我们现在呢是每周二晚上的八点钟会来跟大家直播，对，在 YouTube 频道，一定要帮我们玩鱼订阅起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